嗨，我们今天最后一天，等一下来拍一张照吧。来，这个送你。这是钢笔，恭喜你毕业了，希望你以后可以成为知名作家。别这样想嘛，我们都是社会新鲜人啊，以后再多多去面试就好，加油。哇，谢谢，那我们以后要多多联络哦。那我们来拍照吧，来，你拿一支。凤凰花开时，也到了学生的离别时刻。除了互道珍重再见之外呢，也将迈向另一个人生的旅程。今天丘比买通，我们就来学学这句：恭喜你毕业喽。嘿，很简单，两个字汇就拼起来了。恭喜恭喜。毕业了啊，恭喜哦，终于毕业了，所以恭喜也跟祝福不一样，祝福我们在这里，但是恭喜要往前嘛，你在贺喜道喜，就跟我们平常过年时候道喜恭喜哦恭喜哦都一样，可以两下恭喜。好，毕业我们刚刚看到是低头到抬头，低头到抬头，我开玩笑说啊，我出师啦，就是毕业了，我终于每天不用再低头苦读了哈。毕业就两个拳头一起抬起来的意思。那还有一种是伤脑筋，脑袋这边在打结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伤脑筋。所以毕业是一起抬头哦哈。来，去工作就业。就业就是去工作，我们打去工作就是就业。那升学呢？升学就是迈向下一个阶段。好，我们读书，读书再往上一个阶段。好，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个阶段，从这个阶段再往上，或者从这个阶段再往上，就是升学的意思，读书。那工作呢？这就是升迁了，我升官了，我工作升官，这是升迁的意思。好，这个互道珍重再见真的是离情依依啊。再见呢，学过啦，两个人休息，拜拜，再见。那这个如果依依不舍，我们就慢慢的，哎呦，慢慢的再见咯，好，慢慢的，或是下次见呢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好，哎呀，我真的会想念你耶。我们想念怎么比一根食指在这里啊，一直想，我想念，会想你哦，想你，我想你，那想你我们就保持联络啊。保持联络呢，记得吗？两个手扣起来，记得要常联络，常联络啊，或是你就可以赖我啊，对不对？赖怎么比？L 过去 ，L 回来，也可以这样子保持联络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联络或是联络，迈向人生旅程真的是非常的欢喜，所以今天丘比买通。恭喜你毕业了，你学会了吗？恭喜你毕业了，恭喜你毕业了。